首先要非常感谢，就是在这一次的选战之中，从2022市议员选举到一直到现在，一路以来都在支持我们的，不管是支持者，或者是来帮忙的志工，或者是有做任何金钱或者是时间上面帮助的前辈。那首先要先跟大家抱歉，我们没有达成你们的期望，但是还是想要跟各位说的是，尽管内湖南港一直都是一个最艰困的选区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有一个很明确的、坚定的族群，是不看赢面大小、不看输赢的算计，只是因为对的价值而支持我们的人。那我要在这边跟各位承诺，相信这一次的选举之后，大家应该已经发现，我们做出来的承诺是会拼尽全力做到的，所以在这边也再次跟大家做承诺，新代跟台湾激进会继续在内湖南港这边持续生根，那我们会非常努力继续坚持，继续坚持在这个地方挺住，然后也要请支持我们跟担心我们的人说一句，就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一定挺得住，然后接下来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再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加油，谢谢。鞠个躬，对，现在可以毕业吗？不行。